我平地是反正煤炭的。你继续讲，因为我也听不懂，再说再继续、嗯。没有啦，它主要是你是说问那个为什么？复兴坑的为什么它的卷梁机跟翻车斗必须要爬四百阶在上面？因为我没有上去过，我不晓得。因为你就没有地方，以前本来是直接倒在坑口那边啊，后来基隆河这边河里不能倒啊，就往山上倒，就倒到山上啊。后来，因为。到了后来，因为这一边的外面这边都山不能倒，不能倒怎么办？都是用那个宽车斗，用铁牛啊、铁牛车把它填在那个山上，把它沿一直加高，囤积在上面，就是这样。哦，